2022年也是龙教育体验的活动，17号在新店开第一梯次，来自全台各地50名亲子做伙来到柳叶同欢。柳叶公所指出，这个活动主要是结合着石龙甲生态教育，透过参访、导览甲实际体验，亲自来实习柳叶。这个目的是希望说，这个利用暑假期间，我们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可以利用暑假来这里柳营体验我们柳营在地的农业推展的状况，那也顺道利用这个机会介绍我们这边的知名的有趣的景点，那希望说小朋友之后还会可以跟爸爸妈妈利用这个假期的期间接触户外的休闲活动。本次教育活动在地特色古典包括着农农剧场、旭山窑，也有太空游击农场等等，拢安排趣味生动的课程。若是带亲子来平地啊捡鸡卵，也搁准备在地料理，要予大家来品尝。大人个囡仔拢耍了真欢喜。今天的第一站是来到我们的农农剧场啊，接下来就是要去捡鸡蛋，体验捡鸡蛋啊。那再来下午我们会安排 DIY 的课程。那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农事体验的课程，又去做一个采果乐。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个活动，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可以舒缓一些身心的一些压力，让小朋友有机会多接触我们的户外的活动。柳叶区长陈玉辉表示，真感谢大家热情的报名。第二梯次将要伫8月22号来办理，将期待看到各地民众来参加。希望这款的活动会当促进亲子的交流，并且让因了解石龙教育的精神。南台新闻王第一柳叶采访报道。